有一个公案，说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是很玩闹什么呢？淘鸟窝。淘鸟窝就是找那个鸟蛋，找鸟蛋里面的小鸟它就摔死，就常常做这个事。有一天呢，就依稀听到有个人叫他名字，说哪个地方有很多的鸟窝，他一听就很高兴，跟着去。那个人在前面走，他就在后面跟，跟着就依稀的仿佛看到了 一座城市。这个人呢说这座城里很好，你就进去吧，就把他一推，推到了城门里面，这个城门就关了。关了之后，这个小孩子一看，这个城里面却是到处是滚烫的、喷火的，他就试图要从这个铁火城里面跑出来。跑出来，他就从东门跑到西门，西门也关了，跑南门，南门也关了，他就跑百米，只要他跑到哪个门，那个门都关。于是他就在那里跑来跑去，然后地面就是像焦炭一样的，他就不断的跑。但是这时候远处实际上是一个田野，远处就有些农民正在耕地，看着这个小孩怎么在那里跑来跑去呀，而且很痛苦的在这叫唤。所以这个农民呢就知道是哪家的小孩，就叫他的家长过来，说你的小孩子怎么像发疯那样的在那里跑啊。哎，这个做父亲赶紧去过去，看到他的儿子就是十来岁嘛，在这跑，于是就叫他的小名，一叫，哎，这个儿童就应声扑在了地上。他的父亲再过去一看，这个他儿子的这个乞丐下面的脚全都烧焦了。所以在这个小男孩眼里，他就是看到了地狱。那个地狱是谁建的呢？是他心里变现出来的，杀业的心变现出来的。然后他显现的那个炽热的城，虽然是他变现出来的，但有让他真实的受罪，让他的腿就烧焦。